2019年 CooperVision 开发的一款里程碑式的日抛软性隐形眼镜 MySight 获得 FDA 批准，用于治疗延缓8至12岁儿童的近视发展。四分之一佩戴 MySight 的儿童在6年内近视没有增长。在佩戴 MySight 的6岁以上儿童中，23%的孩子总屈光变化小于负 0.25D， 被认为是临床稳定。最新研究还表明，尽管 MySight 日抛的早期干预效果最佳，但年龄大了以后开始治疗，同样可以减缓近视眼的发展速度。在第四年被安排佩戴双焦点镜片的受试者与从始至终佩戴 MySight 的受试者，在随后三年的评估中，近视进展率和轴长增长率相似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:30国语一台及7:00在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何谓日间近视控制日抛软式隐形眼镜。